下面进行撇法的演练。这个撇法呢，在这个擒拿里边算是比较谦虚的一种练法，也比较客气的一种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再次进攻，哎，我又把它给化解开了。第三次，他现在看着我上部有一个空档，那么他仍然要继续进攻我，哎，我把他手仍然是夹档开了之后，把他给甩出去。